我老豆好勁，好快㗎！有一日我唔小心整跌個杯，而家手都得翻翻嚟，幾快啊！超夠啊，老豆快！我老母仆街之后，我老隔成条街啊！我老母咪跌地啊！我老豆即刻扶翻上嚟啦，几快？有几快啊？我老豆啊，5点放工噶，4点半就可以喺屋企揾到佢啦。哇！你老豆真系超快啊！你老豆好快啊！即係幫下我啊！如果唔係嘅話，我18歲嘅嬌妻一定跟老走噶。你都要講下咩問題先得㗎？即係我男人咧，你明啊？好慘。咁你平時點樣應付你嘅嬌妻㗎？扮瞓覺咯，不過唔係長遠計嚟㗎嘛，遲早日咧一定發現到㗎。嗱唔使驚啊，我開隻藥俾你。嚇！真係有得救啊？哇！醫生，你真係我再生父母啊！講咩啫？你嗰度咧就冇得救噶啦！我而家系开安眠药俾你个娇妻食，吓食咗乖乖瞓咗之后就唔会吉走你噶啦，知冇？咁咯，你开重手啲啦，因为事关佢要食3餐。咁好，啊，尽快人事啦！识我点识喎？咁难，寻日先话学1+1啫嘛。点解啊？因为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老师，老师，醒啊！你今晚得唔得闲啫？汤米仔，你今晚有冇订去啊？冇，我冇订去，我边度都唔去啊！我春春啊，你今晚有冇约人啫？梗系冇约人啦，真系噶，梗系啦，老生。既然大家今日咁得闲，你又冇订去，你又冇约人，咁今晚大家就开 O D 啦。吓吓咩啊？一落嚟入房，有公事你倾啊。哎呀你走了兄弟姐妹冲啊做不到成人呢听自己的了做什么跑了那么久都未到子宫啊是不是逗得流啊大佬你游的一条路直行的嘛跟住前面好像有东西冲紧埋来啊快啲去啦，等陣賴喺度啊，臭臭啊！